婆婆的台语跟哪位才女有关？婆婆的台语打给这一词出自于对才女班昭还是李清照的尊称？班昭，我是觉得才女应该是李清照了。因为我对班昭不清不认识，不过好像有看过一个诗集，就是说才女。看过诗集啊？对啊，就是说他没有看过，他那看过尸体吗？对啊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